这么多菜啊？坐着了。坐几个了？坐的七七八八的，也没查几个。在你玩儿到的啊？啊。这玩意儿你怎么就学不会呢？你那么能是会织这装学不会啊？哎呀妈呀，就勾不上。哪天这么的吧，你拜师学学艺吧。行。拜我妈为师。嗯。多好。这些日子就勾拖鞋呀，黑白勾拖鞋。这是42的，给谁勾的这个？就是大点，反正一般的都能穿，一般的脚都能穿。来吧，老公吧，这回你花艺大师啊。啊，这就是啥了？嫁接呀，嫁接。那你干啥呀？你这要吗？老开水瓶了，这儿呢。装上水，装满水。这搁点水，这就行了。填满了啊。这十来天就出虚完你就栽盆里头啊。几天一起来，完了你栽的时候搁点那个花盆，搁点那肥里头，花肥里头。对，老公子行啊，看我哪盆花不行，你好好给我整整的。这往王家就知道养，不知道这伺候。不虚就，你照出这么长虚说完了再栽。哦。出虚虚出那么长时候给那虚个头嚼嚼的。哦。啊，给那这个蛋不要了吧？不要，改个啥呀？啥呀？这是。大家好，我说小，我老姑姑来了啊、哦！我姑姑来了，来给我研研这花来了，说我这花不行。从我整的，今天正好大姑老姑来去，算是来了，来串门，串门聚个小聚会啊。我大姑我老姑，从小啊养大鹅呀，那大鹅养菜好呢，都不用去，就那一张来一个鹅全给他回来了。人家敢小敢说，那来一个鹅呼呼呼全跑来了，这都又都全这就是。我老姑，我大姑，那是我大爷。你是亲哥兄弟姐妹。哎呀，给我穿个上衣，我怕给啥了？孩子去，那孩子，别去老姑，别去，碰着你，别再不行了。你这手咋整的？前段时间烫的，烫这么大泡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水好的。啊。走。来秋果来了，给换线子，水小子炸着。跟那冲那个电池。没到底下了。老公啊，老公啊，别上着了。哎呀，是老公。拿东西给我来。来，拿盆。啥呀？我去摇水去了。来来来，这摇盆摇没了。都摇好了，行。谁摇我又栽呢？挑红的，老姑婆，摘吃。大外甥，你负担你姑姥。这点红果就给你我留着去。要捡起来红果。你瞅点脚底下，老姑婆。行了，摘这两个得了，这样摘，给顶上那点红的摘，拿摘吃。小孩上捡去，捡底的红果吃，掉下来的。不、哦，你、哎、这串红这几个，哎呀，像样，是上午。哎，你大姐，我不要那要。这脚底下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那是你大嫂网上买的什么锅啊？上午吧，上午了，哥。你大姐，我不要吃吗？不是你要，你要吃树尖儿了，你摘摘来。老姑婆亲自给你摘的。你这时候正果瞅多好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这瞅的，我这尖儿果真好，瞅着。说到时候了。得了，水果真甜。那肯定的。嗯。来，老哥。全糖汁儿的。我这不吃。里边就是糖那块。我呀，他不吃。我吃。不酸。老姑父的性格，始终是。啊。跟老顽童似的。真是跟老顽童似的，真是。这心态才好。老姑父的心态始终那么阳光，始终都是湿巴的感觉。性格好，我性格快到58了。你看他们这长，我这碰，在糖的好吃，还是在糖的好吃啊？哎，两个就完事儿了，两个就倒牙了。